刚刚一路走过来一路被拍，然后不是所有人都认得出来这是汉服，有人以为是别的国家的服饰，然后呢大家都要及时纠正，这样才能帮我们传播得更远。什么某某国家说不，我们是汉服，声音一定要大，要自信，要洪亮，因为这就是汉服。对，我们就是也积极的在组织各种爱穿汉服的是同袍一些聚会，也让更多的就是美国其他民众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汉文化。我们刚刚还在说以后可以带几套汉服来，如果有人愿意现场尝试的话，会是一个更好的向他们介绍汉服的机会。对，因为我会发现最近几年比前几年更多越来越多的人更了解汉服了。对，之前可能两三年前我走在路上，很多人会问我这是不是韩服，这是不是和服，但是我今天路上已经遇到过两个人问我说，哎，你穿的是不是汉服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